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、各位护法居士，大家好。我们继续研究《金刚般若蜜经》。我们上次讲到如法受持第十三份正文，我们从须菩提一意迎合如来有所说法后，须菩提百佛言：世尊，如来无所说。我们将佛陀一生的有为的色身显现在世间的苦空无常种种的法则，佛陀所讲的话，我们要如何来受持？因为凡夫执着文字，所以我们就约了几种方法来说明。第一，我们上次讲过了，实相的离体本来就是如处。第二，我们谈到如来以般若智证实相理。今天我们从第三点，为何说无法可说这一句话？因为我佛虽然方便讲了种种的语言文字，因相无相，真理本来就是不落在眼前，所以《大般若经》上说：“我说般若三十年，不曾说有一字。”这正是显示文字语言不能代表真理呀。真理不是用文字般若来讲，文字不能代表真理，真理也不能代表文字，那就要靠你用心去参了。因为佛法真如性还是无差别的，佛这个字不过是文字上的一个字，其实这个字不是只有这么简单啊，它包括什么？包括曾经修过三大阿僧祇劫，它百劫众相好。所以各位，文字上这个佛字，它涵盖了多少时间，以多少修行，在这个字当中，光是这个字讲也讲不清了，那只有自己去修了。而且要成为一个佛，还要行什么？还要修难行、能行、难忍、能忍、难舍、能舍，这些都是功夫啊。你没有这些功夫的人，你怎么叫做佛？所以现在我们读《金刚经》，它讲到真理，讲到实相，世间有很多事情，其实我们都活在真理之中。不过，我们都不知不觉，因为我们的粗心大意啊，我们不是很细心的人啊，明明我们活在真理之中，我们却不知道什么叫做真理。我们每天呢都有实相在启发我们，无论是谈话之中、用餐之中、走路时候、工作的时间，常着般若智慧在启发我们。所以讲般若智慧是自然产生的，
是无法用讲的、用说的，就是这样才是真正的无法可说啊。这是第三点，要解说明这个无法可说。那么第四点，谈到实相真理遍一切次，实相真理尽虚空遍法界之中，一切法无非是实相真理。那么这个实相真理无非是佛的般若智慧所显现出来的。那么纵使你佛的百千毛孔中出广长舌相，也不能说啊。所以佛陀讲，他已讲的法如早上你，未说的法如大地的土，法无可说啊，就是这样，法太多了啦。实相般若其实每一个角落都有，没有限制。我们就是烦恼未断，无明未理，所以眼里面容不下一粒沙。要如何去看体性？当然眼睛所看到的就是这样嘛。每天活在是非人我爱嗔称赞悔意，在这八风里面翻滚。那么这八种风滚来滚去，在这个时间里面，要来看清楚你的面目，没办法。连佛在法消上建大殿，我们都看不到。所以毛法能藏着虚米，虚米能藏在芥菜籽里面，那么菜籽能藏虚米，一粒很小的芥菜籽，虚米能藏在里面，我们看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还有无明烦恼，我们还没有见性，我们没有实相。所以世尊告诉我们，一多无二呀，确实一就是一，多就是多。众生的心态，佛陀知道我们就这么傻乎乎的，才要为我们讲经啊，否则呢何必讲？因为用这些道理一直来跟我们提醒，一讲再讲，不厌其烦的讲。如起信论里面所讲，当知染法净法皆悉相待，无有自相可说。染污的法，清净的法，那么不管是清净法、染污的法，都是相对立的，没有自相。有染才有净嘛，本来就是净嘛。水本来就是水，因为你给它搅拌，它就起泡。水泡本来跟水是同一体的，水泡消掉就是变成水。所以讲一切法本来即非色非心非智非事，非有非无，毕竟不可说相。而有言说者本来就不是啊，不是色，不是心啊，也不是种种方法。既然不是，那我们现在还在讲。所以各位如来善巧方便，观机斗教，引导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教我们理念归真，理了这个妄想的念，归入到真如性海。那么每一个人都能了解念心生灭之法，皆能进入实相，进入之后就不会再起伏不定啦。所以开悟的人为什么说生死了了以后他就不必再来？因为他没有起伏，没有烦恼，
不再想东想西，所以这一颗心真的很可怜。我们的心是十个心合起来一个心，十法这一个心吗？每颗心每天都在很多很多的事情在想，烦恼都哪来烦？不该烦恼也哪来烦？所以烦恼不晚了。我们这个心真的磨得非常严重。凡是凡夫心，要如何让它进入般若实相？《金刚经》上就教我们这一层功夫啦。可是呢，你说《金刚经》很深奥，听不懂，听不懂才要听啊。好比门还没有开，你要继续敲啊，敲久了，那个门自然就开了嘛。你假如讲因为害怕，不敢去摸它，这个门永远都打不开的啊。那么般若智很难，在起信论中，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了彻这一层道理。那么这样才能观照用功，所以告诉我们：非色，非心，非智，非事，非有，非无，非色之色，包括表色与无表色。有表色的就指的什么呢？般若智，非有非色，色就是有形象。我们所看到的世间一切形形色色的东西，般若实相不是在指无表色看不到的，没有形状可说的法，所以讲种种法。无非是有表色及无表色，本来无自体，所以体就是心，心就是非色。心是属于精神的，所以我们讲非色不过是唯心所现而已啊，实在是非心。非心连心也非，非就是不是啊，不是心，心就是妄想心嘛。说非智之智，就是性智。性体平等，空即其有之法，所以称为非智。智是性智，现在我们所说的是世间智，是世智变冲的智，这是不对的。非是的是，是就是分别是，是就是一切诸法。不过是心所现，我们不能讲诸法就是是，我们应该称它为非是。这个法无可说的道理，一般没有研究般若经的人都会觉得我们所讲的话听不懂。明明有说法，为什么说无法可说？其实世间的众生都是看到这个现实的一面，看外表，并没有深入去探讨。像起信论里面所讲，非色、非心、非智、非事、非有、非无。那么非是，是就是一切法不过是事心所现。四心就是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，第七识，第六识，都是属于识。识就是分别识，不能说诸法就都是识啊，诸法就是色啊。不过每一个人的识不同，你所看到的跟我所看到的分析起来完全不同，所以讲非是非有非无，那就要因缘聚合啦。是有之法不是没有啊，既然是延伸，那就是幻，幻就是幻象啊，幻象就是非有。
那么非有非无，等于是告诉我们，此法不是有，也不是无，因为法是因缘而生，因缘法本来就是泛有的嘛。总而言之，一切诸法不过是彼此对待的形象啊，虽然好像有，事实上是没有，当体就是空。假如论及然以尽之法一样相对待，那无自相可说。由此可知，般若以之法的形象，种种的形象称为般若，因为一切法皆是缘生幻有，本来就无自相。既然无自相可说，所以这个叫做执着文字相。般若就非般若，佛陀证得真如实相，虽然他说法49年，实在无法可说，如来无所说。这个就是为众生假立文字言说来引导，使我们理念证到本性。由此可知，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般若非般若，就是要使我们离开文字相，不要执着这个文字，告诉我们无所说，就是要使我们离开言，开言言说之相，没有以言说相。那么言说相就是说法相、文字相，说法相全部要离开，使大家离开这一种种种的念头，才能归入真如。佛陀的用心之次，我们不能不懂。如果你不懂，那你听《金刚经》最后你会归零。《金刚对见》里面所讲，大觉尊本来不立一字，而直指人心。须菩提无端特请飘名，而强生知解。纵使须为尘如是界，无相可求，思生命等河沙，无法可说啊。那么这一段文等于是告诉我们，佛陀出世是为了我们来传心法，本来就不必要立一个文字。他成道以后呢，就进入禅定。在那个时候呢，文殊师利菩萨以梵天王来请佛转法轮。那么当初佛陀没有人请法之前，他就想进入涅槃。那么既然有人请法，那佛就开始说法，一说就说了49年。他说，我曾经没有讲过一字法，从入夜晚开始进入到涅槃，他说曾经没有讲过一个字，不立一个字，因为他的法是直指人心，无论他的一言一行都是直接要让我们去体会本性。如来无所说，如今却无端须菩提叫他飘名。那么须菩提问世尊，这一部经叫什么名称？世尊说，这个是等于勉强生吃这个知解嘛，本来就无名，你为什么要问我是什么名呢？又多生吃一些知解出来了。就好比我们这个钵是圆的，圆的就好，你为什么钵底还要做一个饼？那么圆的东西又有一只饼，那不是多余的吗？所以世尊想法要告诉我们，虚空无面目，何必巧装美。虚空本来就没有鼻子，没有眼睛，你为什么要给它
画眉毛、画眼睛，还要给他涂上胭脂呢，是不是多余的？本来就不必要啊。从分析微尘如世界，佛陀告示须菩提，知微尘，如来说非微尘，是名微尘。如来说世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就告诉你，无相可求，世界之相是众尘微尘所积之相。如来分析一粒微尘，微尘一粒给它分成七份，叫极微，分到呢零息尘中，实息空性更不可再分，就如同虚空。那么虚空就是不可得啦。既然微尘分到最后与虚空一样，那还有什么微尘可得呢？当然就非微尘，是名为微尘啊。所以经中告诉我们，如来布施他的肉身，为了法，他布施生命如恒河沙那么多的生命，这么多的生命去布施，不如说四句句的话给人家听。确实布施你的身体生命很多很多，如恒河沙那么多，其实讲经说法也不可得。那么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，自理超名相之阶梯，真自痴失仪之外，以言道断心行处命，所以无法可说。那么这个问题呢，叫我们去认清楚什么叫做微尘，什么叫做世界，这些本来都是没有的。没有微尘就没有世界啊，世界是微尘而组合的啊，就等于佛陀讲的啊，本来虚空就 没有面目啊，那你为什么安一定要给它安个名呢？就好比没有的东西，你若是化蛇添足就不像了。这个就是我们众生的毛病啊，我们会想象没有，我们也给他想到有啊，这个众生的幻想非常严重。那么至于世界非世界，微尘非微尘，波罗非波罗，我们在下一集再来跟各位说明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